今天这期视频呢是在我自己的公司，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礼品，我自己做礼品啊，礼品，也就是后面500箱到1000箱的酒，每箱酒我会赠送一件小礼品，这种礼品又不值钱，反正也没什么实际价值，但是你拿它当个小摆设，哎，摆在办公室里啊，摆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，因为仅此一批，这个东西又不是商品啊，只能拿来当礼品，只能当礼品。正好也让大家看一下我这儿，一个封装的过程，就是大家经常看，或者是买一些书都是带着塑料封膜的，是吧？啊，今天我让大家看一下正儿八经工业化的封膜是什么样的。反正我自己公司的，随便用，随便用啊！我自己弄起来还比较便宜。然后等会儿就给大家直播我的，给大家制作礼品的一个过程吧。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捧场，好吧？啊，也就算帮老王解决一下燃眉之急。Thank you.
不管怎么样，看到这里的朋友都非常感谢你们啊。反正只有音乐，前面想配点音，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又是做广告又怕说错话，哎，很无奈，所以就只配了点音乐。不管各位是一直看到这里，还是快进快进快进，还是直接导到最后啊，还是再次要说一声感谢。感谢各位的理解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也感谢各位的信任。各位的理解、支持和信任就是老王的坚持，老王的动力，也是老王的勇气。所以这点酒呢不多啊，就一千箱，建议各位呢只是一箱最好，这样呢让一千位朋友可以拿到礼品。好吧，也别太贪，这个书呢也没什么太实际的用处，是吧？哎，反正没啥好东西啊。再次感谢，然后欢迎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捧场。老王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揖，好吧，谢谢。赵家江山岳家坟，杭州酒肉汴州魂，家奴临死仍护主，却是可怜可恨人。